尺寸的话，是不是就是有哪一些大家可以告诉我的？肩宽还有什么？胸宽还有什么？身长对不对？还有什么？手背宽，还有呢？下摆宽是不是？好，我们之前是看到这件衣服，对不对？这是阿慧呢，她三年前去日本玩，在元素买了一件衣服，但她发现她黑白，她的袖子长呢，短袖的。好，所以我们就是把整个的一个原理，短袖横条纹，然后它是什么类型的衣服？T 恤，好，全部都找出来之后，非常讲究的，要据实的全部告诉我们的买家，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衣服的版型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就一个个量出来，它单位是什么，还记得吗？公分，而且它是什么平放的，对不对？对，它不是量那个围哦，它是平放的。好，然后它的材质是棉。好，这是我们上礼拜所做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明，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商品很完整的描述给我们的买家知道。看我们的考卷，哎呀，就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来就要麻烦你发考卷，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的考卷。有笔吗？没有笔，去借笔。有，团长有笔，跟团长借。好，谢谢您。请大家呢，把题目、把你的名字写上去。然后前面呢是是非题。后面是选择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点送分啦，就是说你有写就有分，就算如果你没有意见写个五也是有分的，好不好？那这一堂连环了一堂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这七家都不是，你还是可以点，但是你就是都要收15块，因为其实不管你就像这 A 先像我们其实到任何一家ATM 都可以领钱，都可以转账，因为现在都已经可以用了。那如果是跨行的话，你就是必须要收15块费用这样子。那如果你也有招工的话，上面没有招工好像没有关系，因为每单也要收固定的手续费啦。那如果是招工的话，那我也是招工，就不用手续费这样子。对，我们是有透过网络报名的。但如果没有网络的人，今天请大家赶快报名，这样子我们要统计一下人数。各位朋友，这个是接下去的课程，这是由中华电信他们的所谓行动教学。因为我们有绝网拍了，所以其实照片的处理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中华电信是新北市啊，它有些小小的限制，都要新北市的居民或者在新北市上班的才会来这里。因为我觉得未来的课程都有连贯性，都蛮重要的。接下去我想请靳老师来讲讲。好，各位伙伴，大家好。那在这个接下来在五月八号，我们有办一个那个口语表达的一个课程啊。啊，因为我们发现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呐、是群居动物啦，跟互相沟通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
身心障碍朋友啊，有时候可能因为啊生活圈子比较受限了，所以在这方面啊，有时候跟别人比起来差一点。那我们这一次啊，就为大家办这个口语表达课程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啊，这个很多团体啊，很愿意找我们身心障碍朋友去做一些生命分享啊。换句话说，就好久好久的约我们去鼓励他们了。现在好像我像我们的陈团长啊，常常在外面跑来跑去了。所以啊，这是我们找到的老师啊，就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高手啊，因为他是中华民国口才协会啊创会的理事长啊，创会的。然后他专业的就是他跟他的先生啊，他先生本来是个医生啊，后来也不当医生的，就是专门的推广的口语表达的。他们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从监狱啊到小孩子啊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可以针对，他可以让大家啊能够，他们有一些方法能大家愿意讲话了啊，然后大家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优点在哪，优点就发扬，缺点就改进，到最后啊如果办得好的话，我们可以办第二期第三期啊。我们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希望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啊都能够将来到外面去做分享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月亮星圆梦坊啊这一两个月啊也已经收到大家的。好，你觉得这个疫情活动中心 OK 吧？ OK 很方便嘛哈。对，因为我们在疫情活动中心另外争取到一个时段，四月份起礼拜五的下午，同样是1:30到4:30，然后我们在这个场地要举办一个歌唱教学、歌唱联谊，所以在四月份每个礼拜五的这个时段，我们就聚集在这里。我们团长添购一个很棒的音响，所以我们大家来说，这边有对歌唱有兴趣的话，可来大家做一个联谊。当然是这也是为我们以后表演的团体一个铺路。好，从中看了整，今年从中宣传到一些对歌唱蛮经验，还是从中得到这方面的经验，好练习，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走上这个舞台的空间。谢谢，可以吗？可以，需要大家支持哦。因为我们月亮星有不断很多很多的计划，需要大家的支持。我目前都采取伦理会的，可是我们的师资老师，我相信。都是最优秀的。未来的这个刚刚你就讲的表演的部分，我们会请快乐之工来支援我，因为他们有3-4年很精彩一些表演的经验，所以希望各位未来不是只有当台下学生观众，各位都是未来闪亮的明星。好，谢谢大家，做好做好。